哎呦我的妈！一个梯子都拉不好。你个老大汉，你不看人了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看你把楼梯都搞坏了。别急，我会修。哎呦我的妈！哪错了你不知道吗？你干嘛？你给我下来！胡姐吃西瓜。手机啊，本来是旧手机的，放在家里也会贬值的。我那台苹果它多放一周就少卖了300多，幸好我其实在转转 APP 上卖了，赚回了2000多，不然就亏大了。你也赶紧去看看吧。